有一天耶稣在一个地方停下，停止以后，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：主，请教给我们祈祷，如同约翰教给了他的门徒一样。耶稣给他们说：
信他的人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因为天主没有派儿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，而是为世界藉着